Hello，欢迎回到影子的游戏空间。那我们继续玩欧日与暗黑森林，黑暗森林。每次暗黑跟黑暗都会念错，已经忘记上次玩到哪了。看一下，左边走过了，上面走过了。要去左下角。那我们等一下从右边那边跳下去。这样也被干掉，我只有两滴血了。什么东西？他壳被我撞掉，壳撞掉以后随便打都赢。No shit！ 我决定这次打完存个档了，一直死。哎，奇怪，怎么我会死嘞 ？No， 连这两次都打不过了，要。还会退步啊！没气笑啊！刚开始，来单挑啊！然后存档，不然等下要重来。No。哎呀！我们要从这边跳下去。震你！我现在踩一下25滴，超痛。左边没路。No。踩的比射的还有用。被什么东西打到了？哇，是怎么过啊？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这样也可以啊。看一下地图。对啊，no， 戳到了，我剩一滴血，不要打中我，这也没来过，我怎么感觉？哦，没错没错没错，再往左下角走。想说我们越来越远了哦，又是你自爆兵。刚刚不是死掉了吗？他一直伸出来耶，有点贱哦。啊，原来这边还有一个，可是它不会直接掉下去吗？它应该撞不到上面吧？
哦，撞到我了 ，shit！ 还有我存档，怎么还没出来？哦，原来是我要弹他。没有一个隐藏物品。哦，地图。OK。存个档。哦，范围好大，又是你，还撞到什么？哦，冰属性的呢，跟之前的不一样了。哦，臭猴子想偷袭我。越来越顺手了。哎，啊，这个怎么打爆？哇，不会要引从上面引一只下来吧？这也太难了。不会塞，一定要自杀兵呢、啊。哎，这边上面有一个把手，人可以开哦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哎呀，没跳到！你还真的嘞？好、啊，嗯，没有用了，变成我的经验吧。又来，又一只 ！Oh my god！ 这一下六滴啊，痛 ！Oh no！ 要重来。边这边，存个档。一只有没有用？哟，这下没有东西啊！算了，我还蛮喜欢这个场景的，冰河的感觉不错。过不去了，陆地在左边呢。太长了，伊哈达可霍埃塔纳笑的，没有学错，应该差不多。这边下去会死吗？下去看看。啊，真的死掉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说要加点的，加一下点。这是什么？我还获得50%能量。哦，发射的更快，哇，这个。
哦，你没看到这速度，机关枪。It calls my father's door。存档。变呢？可以进去吗？芝麻开门。阿山达卡玛吉亚玛奥内，这不是？就五个字而已。天哪、啊，不好了，你可以讲那么长，我不学了，这句太长了。这么长的两句话，不是念灵魂洞就没了？他这个乱配，根本不是照着那个讲。哎呀，这是真 no。What? Are you kidding me? 那个连踩都不能踩。Channel next day can no good do. 虎门城市今年发明家那个的储存精灵之树的光芒。哦哦哦，什么东西？捡起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帮机器的激活过，怎么激活？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所以我怎么激活？激活了、啊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存个档好了。原来可以横着走，他会跟着我耶。然后这样子，这边就可以直接跳。这样，这方向感太诡异了。那、啊、怎么办？ Okay, 我可以跳下来吗？跳不下去啦。哦、oh, ，可以放掉。OK。哦，差点掉下去。No， 不要夹我。我上面萤幕啊是往左边走，可是我按的是右键，因为它方向整个颠倒哦，有点错乱。Oh no！ 还要往下掉啦。Oh no！ 要重来。God！ 错乱的，错乱。差点又掉下去！哎呀 ，shit！ 哎呀，还好我存档，真是。我跳 ，loop。好厉害的哈！我下面直接要先走啊！啊，这样也没跳到啊 ！Are you kidding me？
重啊！我在这边存档好了，等一下又要重走，会疯掉。No， 臭蜘蛛。哎、欸，这跳不到啊！怎么跳？先把它干掉再说，免得它一直干扰我。哎呀，又死掉了！想笑，忘记要弹它子弹。我们要等他刚上来的时候，然后最高哦 no shit， 怎么没跳到呢？下来，上来跳，最高点再跳，最高点。给存档，想拿上面那一颗。那个要靠这一只拿。No shit。哇！哦，这是什么位置啊？好烂啊！哦哟，够难呐、啊！No， 这样都没中。哎、欸，好像可以爬那个，等一下试一下好了。等一下后面那个墙壁说不定可以粘的，刚刚没有粘到。No， 不能粘的吗 ？Shit， 我也放弃那一颗好了，好累。哎呦，这方向感太难抓了啦 ！Oh my god！ やめて。这个要。以人的人眼的视力来跳到有点困难，哎呦，烦呢、欸。shit， 哎、欸，我按了啊，刚按跳了 ，what the hell？我居然在这边存个档，哎、欸，不行，在这边存档，靠，真的假的？我跳，又没中，还要我存，我跳，跳，哎、欸，这边有那个呢，我吃。
哦，我被耍了，被耍了的感觉。他移动太快了。可能要等他回来，直接跳来不及。欸，根本不用啊，我直接双断跳。我刚刚真是白痴，直接就可以跳过去。哦，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被吸过来？欸？哎呀，我已经搞不懂它的重力原理了。我可能要走到那个石头，正方形石头的另外一面。刚刚不太懂。Oh, you kidding me?要崩溃了！差点没拿到就走过去。哎！他这边会直接往下掉，所以要站在这里，然后走到这一面之后呢，要跳过去。哦耶！然后现在走到这一面，我跳起来，走到正面，跳。啊啊！在这边存个档哈，这一集就录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收看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